休想攻入城中！他们就一个人，我们赢定了！上啊！上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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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嘟嘟嘟嘟嘟嘟！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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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嘟嘟嘟嘟嘟嘟！啊！你们等得好啊！还有谁？大王，对手太厉害了，弟兄们实在顶不住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喂喂，可恶，只有撤退了。一群乌合之众。哼，可恶，要不是有李将军，我早就将这小城拿下。大王，微臣有一计。哦，爱卿快快讲来。是大王，大王有所不知，李将军虽然勇猛过人，但是他有个致命的弱点。快说快说。弱点就是爱财如命。哦，你可有妙计？我们用拉金银珠宝的小车经过城楼时引诱他，只要他上当离开城楼，我们就可以攻入城中。哈哈哈哈，就依此计。哦，拉宝玉的小车，呵呵，我得去报告李将军。上当了！报，城外发现一辆敌国运送宝玉的小车，真有此事？发财啦！我这就把宝玉抢回来。哦，那是，哈哈，没走远，站住！不想死的就把车留下。啊！不是玉，全是砖头，可恶，被骗了！我们赢定了，上啊！上呀！抛砖引玉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通常可以用一些小的、不重要的利益或事物来换取大的、价值更高的利益。大家要记住哦。
Thank you.